好，这一题是 Form 5 Chapter 2 Matrix，它说 C 是这一个，D 是这一个，CD 等于这一个，所以 CD 等于这个的时候呢，就是讲那一个 D 是 C 的 inverse。OK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个1/2×5加 AD 减 BC 啊，AD 减 BC，AD 减 M 乘减3。然后减五跟二换位置，然后减 m，还有三，这样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到，哎，减 m 等于减四，然后我的 n 会是等于减五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减 m 等于减四，m 等于四，然后 n 等于减五，就是这样而已哦。然后你另一种情况之下呢，就是2×5，然后减 m 乘减3等于1/2，OK，等于1/2，就是说我的这个部分，这一个。OK，等于2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就减10加 3m 等于2，3m 等于12。m 等于4，OK，这是第二种方法啊，OK，然后我的这一边这一个 n 等于减5，然后减 m 等于减4，这样，OK，好，所以 m 等于4，m 等于减5，所以 m 等于4，m 等于减5，它没有步骤都可以拿到分数，所以你用哪一个它都能够接受。好，接着在这一边他说。3kg 的 manga，2kg 的 rambutan 是3kg 的 mangoes，2kg 的 rambutan 是24块，5kg 的 manga，4kg 的 rambutan 是44块。然后我在这边我让 mango x rambutan y，x y，然后它要的是 x 等于多少，所以我就有 3x 加 2y 等于24。然后 5x 加 4y 等于44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拿到答案了，看到没？two unknown，所以3等于2等于24等于5等于4等于44等于4，还有6，所以我的 x 等于4，y 等于6。So 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要你用 matrix method。OK，用 matrix method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就三二五四，然后 xy 等于24，44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 xy 呢会是等于三五二四 inverse，然后24，44，然后我的 xy 呢就会是等于1/3×25。然后四三减二减五，然后这边换位置，然后这两个换符号，然后二四四四，12减10，它就变成1/2。然后我们这边横向，所以我在这边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母以4×24减2×44，我拿到的是8。然后再来这一边，减5×24加3×44，我拿到的是12。所以它这一个是46。所以你在这一边，你的 xy 等于46了之后。所以你的 x 等于4，y 等于6，你不能够在这边停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要讲的是 1kg，所以你在这边你就讲 1kg of mangoes RM 4，就是这样。OK，所以你看在这一边它拿到这一个 matrix，然后 mango RM 4，然后它的那一个 inverse。这一边这一个不能够接受，这个也不能够接受，
然后你写成 x 等于是 y 等于 6x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就只可以给 n 以外了，它这边 OK，然后可是它jangan terima sebarang penyelesaian yang tidak menggunakan kaedah gratis. Okay, kita jangan. Okay, GN E lah, terus ada P E K E mil pun. Ni wah, jangan, masih boleh nak ambil pun, jangan cik kuat. Jadi, dia ingin dia sangat jelas dia jangan cakap dia na itu harga mangga mango 1 kg 是4块钱啦。应用题我都讲，你最后一定要很完整的回答的题目。